三号马重力百灵来自新西兰的四岁六色母马骑师阿利泰练马师陈德利黑，马主是重力马术俱乐部。七号马玉龙雄风来自澳大利亚的五岁六色善马骑师田新华练马师何祥寿，马主侯兴建。九号马富安风云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褐流色公马骑师凯文阿波波，练马师鲍双喜，马主傅永斌。一号马地道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六色公马骑师张强，练马师张强，马主是骑圣马文化。十二号马北国之春王子来自澳大利亚的匹公马，他的骑师是魏云中，练马师斯日古楞，马主是王志刚。八号马燕春紫燕来自澳大利亚的两岁栗色母马骑师赵殿花，练马师周涵，马主赵春。二号马冠仪青龙来自爱尔兰的三岁青色公马骑师陆金贵，练马师张明亮，马主马静。四号马华裔时代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褐流色公马骑师柯凯文，练马师牛文广，马主是华裔马业。五号马玉龙宣言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溜色公马骑师迈尔耿，练马师许福强，马主玉龙马业。六号马俊雅神鹰来自澳大利亚的五岁溜色公马骑师陈国强，练马师罗先科，马主张丽萍。十四号马腾辉玫瑰来自澳大利亚的四岁褐溜色母马骑师阿利泰，练马师魏大，马主张健。十一号马乱世英雄来自澳大利亚的四岁溜色公马骑师田松，练马师丹尼斯，马主王君宁。十号马春风得意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褐溜色公马骑师马丁坎加斯，练马师蔡季，马主是连俊马术。十三号马今后佳音来自新西兰的三岁六色公马骑师赵新刚，练马师白显国，马主是东汉马房。好，比赛开始，可以看到位于十二号闸的十号马春风得意有一些起扬。现在目前比赛的殿后，比赛有一圈要跑，现在马匹的整体还是非常的紧凑，赛局出闸也是比较的顺畅，没有出现任何慢闸的情况。现在比赛领在最前面的就是十一号马乱世英雄，然后是旁边身穿红色彩衣的七号马玉龙雄风。七号马玉龙雄风此前已经尝试在弯道超车，目前已经来到同名的位置。十一号马乱世英雄排在第二名，第三位的是四号马华裔时代，在中间两个马位之隔的就是第二集团。可以看到有三匹赛局叮当马头之势再往前跟，分别是内栏的一号马地道，以及旁边的二号马冠仪战神，以及十四号马腾辉玫瑰。目前七号马玉龙雄风继续保持着领跑的状态，在他身后两侧跟的就是四号马华裔时代，以及右侧的十一号马乱世英雄。目前这三匹马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非常明显的一个领先优势。可以看到一号马地道现在正在从外侧上来，已经来到了第一集团的位置。十四号马腾辉玫瑰目前排在第五，可以看到内道十号马春风得意继续在中段蛰伏，再后可以看到九号马纷风云，然后是二号马冠仪战神，五号马玉龙宣言，以及八号马燕春紫燕。弯道转直道，还有最后不到4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状态。十一号马乱世英雄领跑一路，已经首先来到了直线冲刺状态。可以判断旁边的一号马地道斗得非常的凶，这两匹马已经展开了斗烧，这是最后斗后劲的时候了。两个赛可以看到两名骑师挥鞭推马，十一号马乱世英雄以及一号马地道斗得非常的凶。十一号马乱世英雄还是有着之前的一个领先的优势，在骑师田松的侧骑下率先冲过了终点，一号马地道拿到了第二名。